所关切的不是他自己，还有他失去这个进入美地的权利，他关切的是神的子民，看见他们需要牧人。那这个摩西死之前，他就立了他的继承者，那他的继承者就是约书亚，还有这个他也命定了以利亚撒做大祭司。对，那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呢？还有他们的预表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先从摩西来看，摩西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，对，这预表基督是主，那他也是预表这个得了荣耀尊贵的基督。最后这个很重要，他代表律法，但是律法不能带领神的子民达到神的目的，他需要命定第二位，就是这个约书亚。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美地，预表基督做好牧人，将我们带进神荣耀里的目的里去。对，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腊文是耶稣，所以就预表耶和华救主，他里面也有神的灵，也有为主的尊荣。最后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有祭司以利亚撒为他求问。对，所以约书亚他不是像摩西一样可以自己听了主的说话之后向百姓说，那乃是需要去求问以利亚撒，预表这个主耶稣牧养我们，也是根据他的祭司职分，所以他会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，之后再来牧养我们。那之后就讲到以利亚撒是这位大祭司，就预表基督做大祭司的职分，在神面前为我们得着光照，我们的启示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为什么是从这个约书亚为什么需要去询问以利亚撒呢？就是预表这个神圣的行政，乃是借着那得着神指示的大祭司，和那执行这些指示的领导者配搭而得实行。看见进入美地之后，他们就需要配搭，需要这个约书亚和以利亚撒彼此配搭。好，那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在本章末了，以色列人成了新的百姓，形成新的军队，有新的神迹。虽然我们看见，虽然以色列人有许多的失败，但是借着一次一次的炼净，他们就在复活里成了新的军队，也是经历神的炼净，成了新的军队，才能承受土地。我很摸着神派定我们的责任，就是从事属灵的征战。一个人会软弱会失败，唯有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才是刚强的。所以我要常常和弟兄姊妹相调在一起，奉献福音节气的时候，我要和姊妹们一起出去传福音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福音节气，愿各位弟兄姊妹们可以有关于这个征战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编组成军，一同为属灵征战。
在旷野里最大的失败，看见他们偏离了神，进行了淫乱，但是我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在我的经历里，在属世里有很多的爱好，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些事物上，减少了享受主话的时间，生活也因此变得不正常。在这里，主再次向我开启。持守过教会的生活，不放弃各样的聚集来保持正确的交通。